下来一下，有人的通道，白队的吗？白队的，白队是巧克力他们。嗯，钻石给你好，你合一合好了。啊，你也合一合，我把我身上四颗都给你。可是没有换。我们往哪边挖？等一下啊，继续。铁盾放出来一下。好，铁盾放出来一下，然后顺便把附魔台放出来。你放哪边？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怎么了？看不到啊。好，不。就在前面，就在前面。嗯，要死要先杀掉回怼。回怼。至少让他们受伤。让他们受伤。帮忙削血。越来越接近。我们用比试的方法打 boss。我们死要嫁给下一队。玩 boss 只会看我们自相残杀。黄金。是阴谋。哦，好，很靠近中间哦，很靠近中间哦。你要注意灰队的位置哦。灰队很近，然后不见了，角度问题。龙虎嘞？裤子跟二都二了，都二了。哎，龙炉，需要龙炉。啊，我放这里。你怎么越放越远呐、啊？嗯，给我。给你，贵。有十个金。哇，有十个金，我这边还有五个金，哎，差一块。五个金给你。差一块。哎呦，我找到别人的洞了。我怎么一直找到别人的洞？正常啊，已经在中心了。正常，大家都在挖了。觉得怕，很怕。零，如果这个时间的话，应该有了。不是零附近。嗯。所以。那我要挖到零零吗？挖，挖那你挖到看能不能挖到机岩啊？啊，在挖到机岩之后，就在那边挖一个空间，然后注意其他队的动作。挖到机岩层？没有，不是往下挖，是往正面挖，挖那一根柱子。哦，那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插到地形。你到十六了，哎，对，那应该是没有到底，要到底。那我们看啊，看到了，我挖到了，几层几啊？挖开，挖空间，拉一个空间出来。好，来看到后面。没事，后面看起来是没有人，没有发。不是啊，头上边界啦。哦，好，这是零了吗？哎，真的耶。回队到，我觉得可以堵回队。右前方，我们可以堵回队。前期上没有通道，尽量挖，把它全部挖开，全部挖开。下胸脯嘞？哦，有条路在上面哦。上面是有空间的，我就觉得他们已经有挖通这里了。嗯。看一下一二，来看一下二到负四，大约六。你整面墙挖三格宽，三哎、欸、不对，单一个框架，除了我们这个地方之外，下面有洞哎、欸，下面也有哇！你要挖最底层？没有啊，我只是看下面有洞，下面有洞的话，我们在这边应该还好了。我们就这样，我们就留一格就好了，因为这也不会受伤。灰队在比较高的地方。你们都各一个金苹果，对不对？对，我现在没有。那给你。我现在把我身上黄金多的给你。那多的黄金还剩两个。够。几个？剩总共几个？嗯。七个。哎。七个。差一颗。可以。哦，伤风太多了，放下。石头。嗯，继续拓吗？还是我们集资给一个人？快收缩的时候他狂切。我也这样想，对不对？我们集资给杰瑞。我也这样想。我要看到翅膀。我刚刚就在想这件事情啊。对。
假如说被压到的话，紫队跟灰队在比我们高的地方，蓝队吃土了。要干了吗？让他们上去了。我不知道他们位置，他们看我们看不到他们位置。看不到哎、欸。感觉上面应该是在我们头上，然后是在我们刚刚那个方向，所以可能看到别队了。灰队跟紫队位置比灰队高，他们所有人我们最低，我们最低，我们位置最低。蓝队位置，蓝队位置不明。那我感觉挖金啊。对呀、啊，我已经再挖一下了，看有没有去挖。这个有没有弓箭？你没有？没有打起，有啊，直线通道弓箭还是很占优势哦。对，就是现在于这个方向啊，对啊，没有办法直线的，因为是垂直。而且你有想过吗？就是因为垂直、笔直的话，他们可以用那盾牌挡啊。对啊。啊，如果你放燃烧箭的话，要放在你跟队友中间放岩浆才有办法、欸，不然你放在队友前面放燃烧箭的话，你会害队友受伤。跑哪里去了？他们这么早吃的话，只是为了打架用的。我们的铁砧又吃不打，绕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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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就不打吧，三颗，六，十二血量再加回血。嗯，希望有用，希望能撑住，因为我是觉得别人会比我们多氪啊。嗯。看一下，今天要不要把撰稿给你？你要留到最后。什么撰稿？撰稿啊。什么撰稿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他附魔了。已经附魔了呢。不用，OK，留着就好，留着。好，那我留着。边界来了哦。嗯。边界炮。蓝队的效果没了。欸、受伤哦。有。效果。法师他们被边界压、哦，我才是被边界压到了。痛哦。嗯。痛哦。他们在赶边界。你们身上的近战武器没有用啦，都快死了，没有用，打不到。也是，我觉得以我们的状态开不起啊，其他队还有可能，我们可能跟别人开不到。我们不用近战啦、啊，我们就只是在下面靠杰瑞啦。看哇，杰瑞加油！有紫队，我猜是跟灰队看杠上。我现在心跳大到开始身体会晃。哦，蓝队跟什么？没有，是紧张。总算下班回家了，教主竟然还活着。哎呦，哦，不说了，不要远了，不要远了。我刚刚一打二啊。可以。哦，真的没有啦，真的没有那个了。那个？我有圆圆出现哎、欸，我在我聊天室，那叫圆蜜啊。圆蜜啊？有啊，有一个叫圆圆的，不是圆圆的。哦，你是说他 PO 的那个吗？对对对，超像哎、欸。真的，一模一样，就圆圆，然后本张照片啊，真的像本张照片，太扯了。啊，我觉得你可以先吃哎、欸。羽毛吗？杰瑞，你先吃了啦，顺便回血啊。可是这两个好、啊、没有，它持续时间没有这么短、啊。好，那等说两格的时候。好，你们顺便帮我看附近有没有那个。没有啦，很安全。因为他们比较惨啊，因为他们跟紫队碰上，然后还在赶边界。痛哦。我岩浆矿放里面了，没有人要过来的迹象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他们都在上面，他们这么投。好，我准备上去主播台了。汪汪会先上去啊？我会先上去，然后我可以哎，播广告。箱子里面没有重要的东西哦，铁定。不用了啦，都要死了。不用了，打不起来啊！来来来，给你。不用给了，好啦，我们的遗物交给你了。我把岩浆桶也给你，水桶也给你。不用了啦，给你这个给你。不要，那边界可以吃东西吗？吃。等一下。可以，可以吃了。拜。拜喽。哎呀，好。其实我可以这边看人员吧。应该可以啊，这已经不重要了。杰瑞爆巧克力金苹果好多，哇！巧克力金苹果比较多，好多金苹果好多，第二名啊！
第二名可惜，他苹果比我们多。苹果比我多。哎呀！大家想一样的事，走吧走吧走吧。我们好嗨好嗨啊！都在想一样的事啊！果然没错，我们战术是对的。最后还是边界压光光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最后是比看谁苹果多。对啊。对啊，哎。吃苹果。还没上来，这个结局是怎样？哎，这谁出的馊主意？这比我多的啊！我就说我觉得地表打起来啊！我就说我觉得地表应该要有一个安全区域，这样至少大家一定在那里打。我觉得16级也不行啊！不要不要，我一看到这个状况我就知道啊，集资苹果。我撤下去。哎，那你们打集资苹果没有赢？没有赢？哎，那个不好意思，苹果不够多啊。刚刚不好意思偷阴你们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超坏的，想偷打。我知道你白痴。哎，小柯一几颗啊？你看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哦，最后看就知道了。五颗以上吗？哎，刚刚你们谁被我的？刚刚你们谁被我的狗咬死？我很好奇，刚刚有两个人。好爽哦！哎，好疗愈哦，好疗愈。精灵，我超爽。好疗愈，好疗愈哦。让我们主播可以一次看到十二个人在那搞。我觉得没当主播这一届很可惜。对，这个 camp 里面有更精彩的，真超疗愈。我们主播开四人比赛，开十二，最后也很爽。十二个人在那边一直抖，哎，对啊，看到空姐崩，赶快崩个崩，八颗嗯，大怪兽，牛羊也算啊。蓝队彼此不合。哇哦，太霸气了！共享胜利。刚刚其实最后叫我赢的都是小雨啊，小雨讲的。哇，推卸责任呢？小雨叫我去放岩浆卡，他们一下我的狗，要把你们自动咬死。观众靠背黑雨啊，乱怪啊！哇，这场好和平哦。好少，这场太少了，这场是边。边界是杀人王啦！哎，所以被狗咬死不算哦，十个不算，不算啦，不算，不算，不算，不要本人打死。那是狗做的，又不是你做的。对啊，哎，你要当狗。繁星一个杀两个，我们都有看到，还不算一个，真的假的？谢谢带到画面啊！岩浆，我没有记录到，你在我没有记录到你点蜡烛的。对，我在帮寿星放蜡烛哎。边界最多。边界999。好了，这届就这样了。耶，准时下班。拜拜。拜拜。不能再失机耶，最后。真的好好玩哦！哎，好好笑哦，好好笑哦！真的发机哦！之后中间的要还是以后加上，我帮你们把哎，还是以后杀一个人要有空间，要有一个大概十格的高度空间吧？对啊，还是以后杀一个人给一颗金苹果这样，越杀越好，再瞧，杀一个人回一点会慢慢越来越好，每次都回一秒之类的。那我要杀队友了，下一次可以再讨论，下次。下次好啦，要讨论可以到那个太好笑了，也是可以讨论一下，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讲一下，可以。好，我有一个想法，那个迟到的可不可以请客？可以，请，绝对 OK， 我觉得可以。还有睡着的人，好啦，拜拜。睡着的也要，拜拜，感谢。哇，这届谁请啊？我红队的如何？睡着的，我觉得可以给红队如何？红队如何？两个被关杀。我啦，我被人家放生了。哎，可是小鸡也被苦力怕炸，他的队友好像在前面而已，不是吗？因为我那时候偷袭他们的时候，就看到小鸡死掉了。我真的还不知道云那个恶灵怎么死的。是恶灵怎么死掉？恶灵掉。哎呦，今天没有稀有怪看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大家收看。今天可惜没有杀到变两杀，被岩浆赚走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继续看其他游戏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。粉丝团记得点赞。
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广告还不能播，还要等两分钟。没关系啊，算了算了，我好累哦，拜拜，拜拜拜拜。